要送点小礼物的啊，都快两点了，我小时候好累。
4年了。香望是什么东西？是火箭吗？谢谢大哥的槟榔香望，哇塞，我都没有看过这个礼物，谢谢。我把话筒都拔下来了，无语了。谢谢槟榔香望，谢谢轩轩轩，我。
会让你抽出来比较大的礼物，然后慢慢的把钱再，你懂的，10块钱抽出1000，我操，无语了，这运气。
人有条蛇，他不小心咬到了自己尾巴。他临死之前感叹：“啊，原来我是毒蛇。”哈，好笑吧？
真的歪了，这眼睛，我一屁股坐歪了，麻了，这咋办啊？撤吧。直播都找不到老头了，现实生活中难找，对吧？直播里面的人，有直播主播这种光环更好找，现实中我就是个屁。
我发现只要是个女的，直播间都有老头。完了，我都播了四年了，都没老头。但是你抽中了一个1000块的呀吧，要不我这小时就收了100块。谢谢哦，我爱你，我不爱啊。嘻嘻嘻嘻，你最近每次一看我就看一晚上，这是我哄睡失败哄睡成功的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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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Happy Ending， 好嘛，好嘛。沉到我的肾是美人族，这么会夸人呢？像鸡一样的，好好好，什么情况？
呕痰的声音。谢谢，打野付出。